龙德宫的妈祖，十年以来第一次绕境到彰化。特别的是，服教的都是柜姐跟空姐。桃园龙德宫四妈祖南下绕境队伍来到彰化，鞭炮声响彻云霄，大小阵头一出场，立刻吸睛。彰化县长魏明谷亲自来接驾，迎接妈祖到鹿港天后宫。这是桃园龙德宫第十年绕境活动，每年都以美丽空姐、柜姐服教闻名。这是庙方十年来第一次进鹿港天后宫助驾。啊，感谢四妈祖啊，会当吼啊，一摆带领咱鹿德宫所有信众啊，来鹿港天后宫进香啊，伫遮代表鹿港天后宫表示欢迎。我着非常期待来到到咱鹿港，相信呢，这个盛会会非常的成功。绕境活动为期八天七夜，跨越六大县，来到彰化后将继续往云林麦寮前进。记者谢忠义，彰化报道。